我日！哎，等等，撞到了吗？撞到了，好像撞到了。这么秀吗？撞到了吗？撞到了，撞到了，掉了。太秀了！我在这里面刚刚开始，可能我有点卡了。我还是稍微跟你拉点距离。狙击小队注意，狙击小队注意，你们左侧有敌。枪击。下去，爵士。OK， 离你们很近，就在那些房区里，房区里每个房子都有人。收到，走右边。那个摊位上有四个，到五个。然后有辆机枪皮卡在你们。走树林里，爵士跟着我。OK， 跟着呢。爵士跟着了吗？跟着呢。爵士，我有个新的想法，看到 WN 方向那个塔没？先下车，爵士。收到。炮哥，我跟你汇报个情况。User in your channel time down。来，呸，插机。User entered your channel。插机。好了，爵士，我换微冲。收到。我们在靠近那塔附近有敌人吗？稍等片刻，雷翔，等一下，那个二层楼梯有人。干掉他！好，上去。慢点，还有人。楼顶。击倒，走上去。这个塔楼顶是有四个，我记得。收到，我们上来了。上来了，我腿中枪了，我先爆炸。我看到你们了。我们在这塔这地方能看到他们，但是我们想先清一下这个塔，能掩护吗？我看看，有点距离，我们这。收到，我们考虑一下怎么上。附近有雷区，那个什么，小心点，爵士。收到。好了，爵士，你先掩护着我，我先上到二层这个地方。收到。好，上来，爵士，上来。一会儿先扔闪光弹再进去。准备扔闪光弹了，爵士。什么？闪光弹支出。走。进，小心。好了，我看一下上面击毙一个爵士。知道。扔颗手雷上去啊。扔上去了。炸死一个，单脚上去。我们占领这边塔了，好像有情报。OK， 收到。我们往山上那个平推了。楼顶又击毙一个，屋顶击毙一个。爵士，你怎么样？我在屋顶了。我在屋顶了。收到。我台笔记本电脑。你先检查一下笔记本电脑有。我先狙一发试试。知道。那个小队以这个机枪车作为那个主体，楼顶帮你们击毙了一个。收到，他应该是那个楼里面有一个。楼里边的我们看不到，楼顶的击毙。那个穿模了，应该打。收到，我们开始攻击下边仓库的人。收到。那个仓库那边有大量的人，那边。击毙一个。击毙两个。收到，我看到你们了，我正在找其他地方。击毙，刚才朝你们开火的击毙。哎，狙击小队注意，房间里有敌人，那个双层房，营房。收到，林阳，你检查一下无线电。楼上也有。收到，你检查一下无线电，我无线电正常。你刚才说哪个房间有敌？然后的楼顶上也有。说到看到了一群，
那个有人倒了吗？贝尔欧根，贝尔，收到。楼顶正在帮，正在帮你们击毙。楼顶击毙两个了，还有一个在上面正在装弹。是。击毙你。楼顶应该只剩一个活着了。啊，都死了，都死了。我在楼顶，我现在在塔楼楼顶。说的。看到你们了。OK， 说看到你们了，我能看到你们了。我们这边能给你们提供比较不错的掩护。OK， 好了，现在我能看到的敌人基本上都帮你们击毙了。爵士找一下看有没有其他目标。烟雾后面可能还有人。啊，来了！烟雾后面来人了，烟雾后面来人了，正在朝你们来。集装箱后面有一个小队。击毙一名，换弹。还有吗？有趴在那个球体建筑啊，死了，旁边右边，对 ，OK， 击毙了。等一下，我看看到。机上看的话，应该是全部阵亡，还有一个在那个后面。击毙了。OK， 全部阵亡应该是。无人机上看全部阵亡。在那个仓库呢？然后这个球和这个营房中间是不是挡着的？我们这边看不到。球和营房中间是死亡了。收到，我看到你们进屋了，你们自己小心点。OK， 注意，就你们刚进的那个屋子旁边小屋，看着好像有情报，有个桌子在那边。OK， 我在后面，找到一个情报。好了，爵士，你帮我看。哦，有敌军，营房二楼，看到了吗？开火了。我这边看不到，没有视野。他在集装箱后面。看到了。有两个，集装箱后面有区。集装箱后边击倒。他后面还有一个，那个后面还有一个。OK， 那个在树后面，地上那个还活着，刚才击晕了。好了，这回死透了， okay， 补死他了。我中弹了。你们情况怎么样？我们这边有一个中弹。说的，哎，等一下，你们那后边还有一个人。哦，后面有两个。击倒，爵士那个树后，刚才那个同样一个位置树后面有一个被我击倒了，还没死。OK， 你现在看右边，往右边看。好了，这个死了，不死了。右边，你们的右边。莫月年在吗？你们的左边，你们刚才左边。是自己人。Okay, 集装箱旁边有自己人。那暂时应该就这样，没有别人了。说的应该差不多了，我们这边也没看到了，剩下的让爵士帮我锁敌。你压力不大，你绕着这建筑物楼顶看一圈，看周围有没有人。听到直升机声音。有桶子，把桶子掏。直升机从 SE 方向靠近，小鸟。我们这边没法攻击他。哎，对，爵士，你试试你的 IPG， 说不定有机会。我试一把。不是，等一会儿。小鸟在人呢。等他停稳的时候。你们注意隐蔽，他们朝你们那走了，小鸟。等一下，我这位置好像可以射到。收到情报。收到。我刚才击中小鸟，但是没击中上面人。漂亮，漂亮，好像是我干的，好像是我击中小鸟的驾驶员了。打中就 OK， 我看他自己直接斜着下去了。我不确定，要么是打中驾驶员，要么是打坏他上面东西了，反正他掉了。我马上下来处理。这为什么这地方都没法架枪了？暴力有枪火，有没有倒的？多少人？我这边打死两个，在房子里能看到敌人。说到看到了。欧根，击倒，但是，收到，处理一下。我看一下别的地方。营房内我击中一个。我看过了。击毙一个，他们还没注意到我。我们正在处理旁边据点，绿色烟雾弹那个地方建筑物看一下。我怀疑目标可能在那儿。我们已经击毙了。我们休整一下就行。有人上来打我，回家去了。305度方向有一个人趴下了，在那。481。房子里人不要打，房子里人是友军，下面那个房子里面的。苹果。哎，有倒了的吗？等一下，刚才你们有人，我们右侧红队右侧有人。
人！你们搜过的院子里边有敌人增援。还有，不止两个。突击组，你们那个往房子里撤一下，你们也太空旷了。有一个在蓝色集装箱后面，注意，就在 poke 你前面那个蓝色集装箱，有个敌人在那附近，小心点。又来了，应该在你的右边。哦 ，poke 你 poke 你应该炸死他了 ，poke 你应该炸死他了。击毙，右手第二个 bunker 里边机枪手击毙。知道。ACE 这个爆炸系统感觉好。大圈标志了吗？那个骷髅标志那里。你们得想办法下去才行，要不然这个地方我们没办法再。叹雷器了，我带叹雷器了。好了，爵士，我下来。不是在叹雷器了吗？我带了，我没带的左后面，记得按看到有探雷器的，看到地雷按 T， 把它标出来。等一下，刚才那个塔楼下边有个敌人，爵士。那个按 T 不是近战攻击。哦，指示键说错。击毙。有人打。指示键是哪个？他刚才被那个他被柱子正好挡住，我这个角度。好像是。这边建筑物我们看不到，我们这边没有。那个塔楼。上塔楼，二楼，塔楼窗户，那个三楼。啊，有那个有人质，看到人质了没有？在我们这边两个穿黄衣服的。看见了。塔楼两个。收到。右上塔楼。爵士，压制他们一下吧，塔楼。对我们没威胁了，走吧。你中弹了。爵士，我换穿甲弹了。知道。确定是这个？对，我看到他们枪刚才伸出来了。散开。你们有爵士 RPG 打他的窗口。忽然是星空。忽然是星空。烟雾弹。死了。再往下一点，继续打。我们有 RPG 压制那个窗口，你们赶快前进。那个二楼人质左边窗户有一个人。好了，爵士停火，要不然容易伤到人。看不见，没消息。我们压制了两发，剩下的靠你们了。收到，谢谢。你们前进，我在后面。有地雷，非常近。我腿断了，后面人腿断了。先往后撤，有地雷。欧根活着吗？一楼一个，二楼活着。幸亏咱们没打雷，雷排掉了一个。收到。你左边应该有一个。你能不能让一下？我看我能不能从这边这个小角度把枪伸出去。不行。好了，贝尔你好了。我感觉是我。谢谢。我去楼下看一下。说不定楼下是。你在后面，如果你枪声停了，我就代表你倒了。贝尔，你跟着我走，前面有雷。我到二层那个小平台去啊，爵士。而且爵士，你要是想要，爵士，你要是想要 RPG 弹药的话，二楼有一个。爵士，我在他二楼人质左边。击毙，二楼帮你们击毙一个。收到，二楼还有一个应该。前面有地雷。看到敌人了，哦，等一下，爵士注意啊，有的穿的绿衣服的是自己人，别打错了。活着吗？活着。我们左的是地雷，注意。这个人就露出来个缝，我看看我能不能。一楼的击毙。一楼人质后面有一个，一楼人质把人质拿走了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了，但是我没法击中他，跑得太快了。
等一下，从正门出来了，从正门出来了。出来了。击中，击倒。击中，击中。快点，击补一枪，他还没死。我们这边没什么太大的。我怕我们救到人去以后，对面来人。兄弟，那我们还在塔附近部署着。那个人质还在那呢，谁去拿他一下？快点，我觉得他不太安全。破了，红组，你不是有梯子吗？还特意带着他，真的，终于用上。那颗地雷好像踩我压到身上去了。这样的爵士，我在这地方放个支架，要不然我这瞄准太难受了。在我们的上头，他们头上空跳人呢。我被压制了。你们去了，兄弟。爵士，你来处理一下，我掩护他。是的。你们看到敌人在哪儿了吗？站倒了，在房子里面，但是在你们看不到的这个地方。兄弟。营房里面还有敌人，二楼。是准。爵士，准备 RPG。杀鸡不要杀！为什么直升机卡住了？他俩掉头的时候就卡住了。说的。你们下边情况怎么样？我们这边直升机老烦我。二楼死亡。二楼进攻，二楼进攻。一楼进攻，二楼进攻，收到。别动，别动。我没说过呀，我们这边被直升机压制了，谁能搞一下？收到。RPG 那直升机在哪儿啊？在我们这边，跑远了。收到，我把人质先弄回去。对对对，你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人质放着。爵士，准备 RPG。收到。直升机好像跑了。你的无人机怎么变成飞得这么低了？没油了吧？天！我有一个想法，你能不能用你直升机？反正没油了，你能不能用你直升机把你用能不能用你无人机把那直升机撞了？对，去试试看。试试，我试试。别说。回来了，直升机回来了。在什么方向的无人机？屁股后面吗？我没看到你无人机在哪儿。操，打的还挺准。哦，对，你在你无人机后面。哇，空战这是。我操。ACE 吧。小心小心小心。我知道。这意味着空域，你看看你能把他逼走或者把他撞死都行，别撞到我们就行。你要撞到他的话，你就是偶像，我告诉你。他好像注意到你了，他好像注意到你了，他方向突然变了。我日！哎，等等，撞到了吗？撞到了，好像撞到了。这么秀吗？撞到了吗？撞到了，撞到了，掉了。太秀了！太秀了！而且你的无人机没事儿，太秀了！你这是你这是手术刀吗？我操！太秀了！太秀了！观看角度表示很无奈。我要求重看，可能是那什么，也有可能是他们一紧张自己坠毁了。不是那个尸，如果尸体应该是什么情况？哪儿开火？好像有人。房子就是那个塔楼那边。有一个是自己人在上面吗？哦，对，我说的，我看到你扔手雷了。有人上去了，什么东西？是自己人，自己人。把人自带到了。Poke 上去了。怎么了，爵士？
爵士怎么了？有个幸存，有个幸存者。又来一架直升机，哎呦！啊？别来这么多好不好？一档，我再试一下。再来一次。那个你，我觉得你们可以用一下，你们可以暂时用一下那个上面那个据点的车，然后把人质先运到你们停车的地方，然后再带走。这样子打不容易命中。怎么有人感觉有人在往下落啊？这可能是支援来的。卡了。我无人机又回来了。说的，他们在降落，这个在降落。说，这个降落了，这个降落。爵士准备打遭遇战吧。现在一个很好的问题来了，怎么出去？你可以到我们这个位置。你们命中直升机了。命中了，收到，漂亮。我们去看一下刚才另外一边直升机。OK， 他卸人了，他那个直升机上面的人都卸下来了。我跟爵士，我跟爵士去处理，只有一个小队。OK， 收到。你们那边有人朝我们开火。啊？打对方向，你们看一下，你们打对方向那个山脊。看有没有人，看到人了，爵士，击毙一个。还有活的吗，爵士？该击毙三个吧。说的，要不然我们开辆车下来帮你们。我觉得可以，因为我们有车运送人质。说的，你们下去留下子，下去可能有地雷，你们能不能画条安全路线？你们刚才探过的。我操，一档。你们先看着我走，我走上去。杜哥，你能把这炸开吗？你离远一点。行 ，OK。那住那边反正是我们没去过那边，你看我们梯子摆在这个位置。对。那个炸开了吗？不跟。这附近响了。你来下说。右边是吧？我过去给你看。往前，往前。停，好的，我们把这边围墙撞开，然后你们往车上面放人。OK。好的，准备放人。OK。我操！我们帮你们一块儿装人。知道。哎，人质放哪儿了？人质你们刚才都放哪儿了？是在二楼的，全部是二楼的。说的。有三个。哎，别把这绳子，谁把绳子带出来了？别把绳子带出来。啊，不是这个我绑不了。别用这个绳子。怎么了？这三个我动不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绑不了。其实你们可以一直开着这个车，然后找一个人开你们刚才的车就行了，然后我跟爵士还回去找我们自己。 OK。 前方有地雷。知道。有地雷。听到。正在作业，稍等一下。我看一下周围还有没有。算数。好，走。安全。
四周安全。现在的新问题，车爬坡有点慢。前方一个，前方一枚，前方地雷。拆除了，正在作业，少拆除。好，走。猛鹰次移动点吧，车爬不动了。没事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无人机加点油。敌人的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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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边。有个人下来了，没击毙。上去看一下，上去看一下。我继续开车，我继续开车。你们在下边走吧。我操！我看到那个人飞出来。到这儿都安全了吧？车上，你个死车上。好了，我把车放到这儿交给你们了，然后我跟爵士回去找我们的车，然后你们开这个车准备撤吧，走。OK， 收到收到。走，爵士。那个炮哥开。我们开敌人一辆车去找我们的车啊。收到收到。走，就我们上前面这下面的车去。你确定啊？我们这车太滑了，我操！下来吧。你先上车，然后我给他们敌人的车放个炸药。有谁自告奋勇去看一下？好了，走，去，收到，我们在前面给你们开路吧。你们左边有人，刚才左边有爆炸，说那边有敌人了。收到。你们放车，那边有敌人在守住。先掉好了。收到，爵士，你去他们放车那地方看看。我看到了。收到，我再开近一点，我可以在车上面攻击的。别把插近，这太假了，我都看到那个人闪现出来的了。炮可能看见啊！注意，他上我们的炮了。有没有筒子？筒子给他一发快！我绕过去了，我绕过去了。机枪、皮卡都给他几发，打他一枪，把他打坏，快！就在你右边，兄弟。他左侧有人，给我跟趴下。爆了爆了爆了，漂亮。爵士过来来我这地方，地图上找我。我跟你前面一个在跑。稍等，注意啊，我在那个车，我在那车附近，别打错人了。收到收到。我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。左边那是你吗？收到，我看到敌人了。OK， 一队人从那边上来了。注意四周，他在他们自己车后面。击毙了，手雷之出。再来一个。击。你们一个人守住那辆卡车。莫叶，听见我说话吗？狙击手躲在附近，看到了。我严策很高。击毙击毙击毙。都在这，都已经在频道上。后面后面。手雷之出，把烟雾弹之出。击
中两个，击倒两个，还有一个。我扔个手雷，你往后点。有个 IPG 手。别，这个别进，别进。说。后边都跟着了吧，没问题吧？